吧？那个搞跳起来笑就是全新吧？的，对，好，变全新所以跳你可以刺，把它用到快没了，再去升级。跳刺要换眼很难哦，很简单。耶，我们家前面我盖了一个防护墙。哎，很我们已好。经用爆了一个铁砧嘞，怎么那么快？是杰不是有克，问题啊？这铁砧也太你容易是不是坏了间吧？谍？假制品。还是那个 TNT 的炸，可以把铁砧炸坏。好像可以可哦。以耶。直接变那个严重损毁的。莫名其妙。你有没有强力你的攻书柜已啊？经满了，我还买个。我刚买满了，有没有强力攻你可以啊？自己再多读书啊。好的。你可以先留着，因为搞不好等一下就来炸了。好，贴500个石头，好哦。哇，对，哇，建筑巧手。我在盖城墙而已，直接。我只在盖城墙。最少他们没办法从正面丢手榴弹过来。哎呀，就是需要这样城墙，验上证下感觉好烦哦。哦，又有黄金，又有金砖。哦，3秒、2秒、1秒，结束，结束，喂，好、结哦。束。可是我我怎城么突墙然没期盖待了完，八月我被份要抢死？下来了。我们哈基好有钱哦！开始，开始，开始哎，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787块，那个不要命的可以去中间啊！卡住了，边边，继续，现在钱不够50元，可以提出来了。发光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现在负债吗？像我现在只剩6块钱，然后我点50元，他一样会给我6块，不会挑那个你没钱的。哇，好高级哦！哇，是不是咖啡肚子牛饿排？了，我牛排一半口都没牛吃排，到我才刚换金苹果，对呀，啥耶？分个，啊，在躲啊，在躲，看到了，啊，你这肚子饿，这只剩5滴血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呵呵呵，还是啥啊？好饿啊！好了，城墙完成。偷偷我们回要家上了。去都好累啊！这假的，还要盖假的路？假的上楼地方。对啊，有人被手榴弹炸死了。猛龙。你们楼上的经验值也太疯狂了吧！但是吸好吸满，你什么？你代替回答吗？对啊，盲的，啊？一上面突然被致盲一拳要发光一线啊！什么致盲一拳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在上面突然被致盲了，你杀到人哦？没有啊。还是有人摔死了。你关我屁事！我只是在喷经验而已。喷到你头你喷到喷到眼瞎啊、哦？大概弄到眼睛了吧？喷太多了，经验值跑到眼睛里面了啦。揉揉眼，揉揉眼。把酒狗丢经验值。好了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我的搞爆了！啊搞爆了！你把什么东西搞爆了？他记得搞爆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一下就爆了？上不来了吗？上不来啊！对哦，搞爆了，快救！我在干嘛？他自己在哪？我在家里，在家里。好好。哎，早就算准了。他们有人想要盖高高。在哪？在哪？现在大家是不是在盖到一半都不盖了？哦，对啊，我刚刚在射他。没石头了吧？等一下，补给包。有嘞。
迎战他。那个保险箱有一个强三火焰，然后强四级退役。哦，炸我！好猛！但是我把它射下来了，嘿嘿嘿，笑的自己。有没有强五啊？可以弄个小防守做事啊，在做事啊。怎么吸到别人的功了？给你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为什么我要吸回来了？吸到别人的功。哦，厉害哦！你都吸别人的功，刀夺爱。我觉得这样不好哦。一拳八个光。啊！可是我没钱。哎、欸，到外杀了。青蛙了，哎、欸，青蛙了，这不好射。从侧面射他。那喂奶头啦。给你给你。怎么奶头？小心被拔。哎，他记得衣服怎么一直被拔光、啊？我把奈九三强力五级退二的弓，有人要吗？强力强多少？强力五级退二，奈九三，我塞到保险箱里面、哦。难怪我觉得射不到他，他还是一直举举盾啊。哦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哦，上面在爆炸、啊，萌萌你们小心哦。抢牛排，抢牛排抢到爆炸。你选放哪？我放保险箱啊，在头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保险箱升级的时候，里面东西不见了。是假的。bug。bug。就翅膀还是没了。我的家里。哇。我们有杰克，我们有杰克，杰克会继续弄。哎，刚刚里面就一把而已吗？三把。哇。没有，剩两把，一把我拿走了。强。哎、欸，强力五火焰重击二，我有拿到。小帮手，是我的强力跟击退的。作者，哦、我走出外面都被炸死。真的会消消吗？作者，你要要。我好难过、哦，我要躲角落了。对，是我们都拿走还是消了？他后面，他后面。你看翅膀有在里面啊，因为我放里面啊。哦，那翅膀不见了。都没的。哦，二零哦，难怪他不在。二零，我难过。好心好心耶！因为你这个防护壁到底怎么盖出来的？就把我身上石头全部叠上去啊！你是什么超能力兵吗？放一个石头就盖出整个有没有？小帮手，我的酷酷，如果这技能也不错哦。还给我内裤！你干嘛把内裤给别人啊？天哪，我被偷袭，没人跟我讲哦！天哪，你在哪里被偷袭？他绕到我们家的后面啊！哎、欸，我就叫一拳你发光哟！哦，算了！哇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！我帮你！刚刚也吸到一把光哦！哎、欸，我吗？哦，好，呸、嗯！然后再多给你一把一光、啊，我的手榴弹！一拳，我多了一把。你讲好，我现在上去。我差一点就完成指引。看你这指引完全听不到你在讲什么。发光。然后那我现在要上去了，等一下。五年前就跟你讲了，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。不用怕。你帮我射他，哎，要射到。我差点就完成成就了。继续射，继续射。我在后面。哎，有有。哎、欸，白色的路上有个箱子挡住啊。我没有石头可以铺了。哎、欸，手榴弹，小心点，小心、欸、哇！哎呦，你怎么奇怪？为什么有个血就飘在身上？只吸石头，其实身上没什么，还好。有隐形人，有隐形人，快发光！有隐形人！你到底你要多久才可以发光？快点！我在找人，我找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你啊！啊，我去用。我来，我去买。有了他陷阱的陷阱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你这里，炸掉了，一拳，没有，你知道我刚使这个强力，我现在整个人非常的强，出来啊，哪里啊？想偷懒，偷懒，偷啊，打掉，那个仓库里面有一把强五火焰，好，哦。一拳，你也是强五了。干嘛？你不要逼我。
怎么的？我凶起来是很恐怖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要做什么？我觉得你不要跟他讲话好了。我好好。你怎么越讲越近？要怎么样才能够领星？看食物啊！要怎么样才可以领新的装备啊？就是重新领那个买货商人五块钱补给包哦。OK， 完了，现在屠夫好憨哦。大家都在用屠夫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屠夫超憨。屠夫，屠夫，好了。等一下，算了，挖这个好没意义哦。哟，哈基为什么会在挖地狱石？还有中介石？因为我想挖世界奇观。挖世界奇观？嘿呀、啊！我想说，这他不是没有钱吗？哎、我在挖那个。我那下面在干嘛？他们那边就一个弓箭手。嗯哦，为什么自己摔下去死？要无限半枚火焰要吗？可以多一点有啊，就放在那个强力五了，你就放进去，大家要就拿嘛。嗯，对面一个过来喽，喂，炸了！我在射下面，没看到他用炸的。哇！被炸死了，有被抢吗？灰飞烟灭了，他好坏哦！好大声哦！因为我不看他，就用炸的了，逼迫我要看他。哎、欸，底下有蓝色的吗？还是他是在中间那边吗？还是知道中间下面他一直在射，我弓被炸掉了。好了，你可以拿那把弓了。好，哇，那很倔，不看他就用炸的，恐怖情人啊，防爆式，看我，快看我，你看我，我就炸死你，你不能看别人，只能看我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我放一个保护式的头盔在箱子里哦，保险箱，好，哦耶。欸，防爆对手榴弹有用吧？哇！防爆对手榴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那头底下有人，底下有人。阿基，我在干嘛？发生什么事？我挖两个那个金矿，然后出两个金砖，然后阿基就挖走。干什么？所以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想说你不是不挖吗？那边踩那边好久。你这样说下来，你听不到问题点在哪？我很惊讶，然后我就被挖走了。而且挖到就挖，超惊讶，然后没有任何问题，看着被我挖走这样子，听起来很正常啊。你不是女仆小帮手吗？然后就像是那种地板看到一千块，哎、欸，一千块，然后还站在那边看着他这样子，是一千块，没有，他想要拍照打卡、啊，哎、欸，然后被人家捡走了。啊、人家是萌萌女仆嘛，哦，他们在炸我们的虫虫了。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感谢续订。住手！这么高真的不好射，哎、欸、中，哇十八，哎呀有，哦，来石油管制，哼哼，让他们也不能炸了，这地方好高、哦，他从哪边炸的、啊？我的天，我已经射死他了。哈基都一千多块了，又怎样？一千多块，所以呢？你要干嘛？我想要弄重点，我想要弄装，想要贷款，想要贷款，想要贷款，你就说啊，可以啊，一比一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你先练等啊。那个诚实商店有没有？这个自己投啊，准备机投了。一比一也太贵了。